Hello，大家好。那现在进入到它的这个页面，可以看到，我们从这里选择，就可以切换到中文模式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，基本的中文的信息，关于 Metal 金属币，以及它目前的价格、购买交易平台，以及它的加密信用。市值、交易量、交通、流通供给量、总供给量以及它的排名。这边的图表，比特币的价格、以太坊的价格都可以看到。关于金属币，那金属币它其实是一个加密货币。它并在以太坊平台上运行，这是它目前的一个供应量。它最后的价格是0.333453美元，然后在24小时内上涨了23.25%，目前是在21个活跃的市场上进行交易，在过去的24小时内交易额为这么多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那更多的详细情况，我们可以进入到它的官网进行查看。这是它目前的统计数据，它的价格、投资回报率、市场排名、市值、24小时交易量，您都可以看到。这是它目前的一些非常基本的信息，包括昨日的开盘价、收盘价、昨日变化、昨日交易量。好，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大家如果有什么兴趣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。